给我高点腰子啊。哎呀，哪天回头给你高唱，你哪回都说高高的，哎，哪回不给你高唱啊？都撅起来了，我的妈呀！多少钱呢？妈，四百块，我腰好没？我也不知道，再腰一下子。哎妈，都秃噜了吧？都三十的啊？三十的啊？哎妈，都秃噜了，我还都多了。来五十。妈，五十的啊？五十，一十、二十、三十，找你六十是吧？六十可不对。六十哪不对呀、啊？哎呀妈，我这手看着没？六十哪对呀、啊？十、二十、三十，你得找我多少？哎呀妈，八十！我的妈呀，这点零钱，哎呀妈呀，有没有啊？都找你了吗？八十，七十，还找你一个十块，八十，看着没？正好，嗯，八十啊，嗯，你看那人是找你的不？哎呀妈呀，喊我啥呀？我这卖点东西正费劲呢，老喊啥呀？我的妈呀，就俺家那人真够呛，就不让卖货了。